谢谢。Thank you very much. Allah hepinizden razı olsun.8层楼的建筑物，然后1到3楼是直接塌陷，然后3到8楼是往马路的这个方向打，啊，所以1、2、3层全部都是压在最底下，啊，所以看是不是如果可以的话，就直接找先找表层。好，3次折动三五角。Çok iyi.